여러분 안녕하세요. 大家好，我是 Dan. 在这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是希望他不要来，但是一定会准时来到你身边的东西。像年龄就是这样，而对于 K-pop 粉丝们来说，就是 idol 们的合约到期时间了。现在因为合约都是签7年，所以在出道7年次的时候，很多团体都会面临成员退团或者是团体解散的情况，因此也被称为是7年魔咒。而2015年出道的 idol 们，今年2022年就是出道7年次了，所以今天就准备了一下2022年合约到期的14组 K-pop 团体。 第一，CLC。2015年3月出道的CLC，在2021年初 ，IP 与所属公司解约。11月，成员村也没有续约退出了CLC，而成员全游杰目前以 K-pop 正在活动，所以 CLC 续约的可能性应该是非常低。第二 ，NewEast。2012年3月15号出道的 NewEast，在2019年的时候已经打破了7年魔咒全员续约成功了。而在韩国，一般续约会签3年，所以2022年 NewEast 将会面临第二次的续约。第三 ，B2B。2012年3月21号出道的 B2B。 在2018年的时候就宣布了全员续约的消息，而 B2B 本来是7人组合，但是因为在2020年底成员强一准退团后，目前是以6人组合活动。而因为在成员们军白期的时候，剩下的成员们也以 solo 小分队等进行了活动，所以 B2B 第二次续约的可能性也是非常非常高的。第四 ，EXO。2012年4月8号出道的 EXO，在2019年成员们出演一个综艺节目的时候说过，合约还剩3年，所以2022年将会面临续约。不过因为 EXO 在国内外的粉丝团都非常庞大。 每次发表的专辑成绩也都非常好，所以续约的可能性也是很高的。第五 ，Oh My Girl，2015年4月21号出道的 Oh My Girl， 目前7位成员当中 ，Chojung Bini Sunny Ali Yuna 已续约成功，剩下 Mimi Jiwa 还没有续约。虽然 Oh My Girl 是出道7年次，但是成绩一直在上升，所以应该会有好消息的。第六 ，Monsta X，2015年5月14号以牡丹青青出道的 Monsta X， 之后以 Dramarama 拿下音乐节目的一位后，在国内外都大幅提高了知名度，因为 Monsta X 在海外的人气。 非常高，在韩国内的粉丝团也很坚固，所以全员续约的可能性也是非常高的。第七 ，PIXX，2012年5月24号出道的 PIXX，在2019年第一次续约期间，拉比设立了自己的经纪公司，之后成员 N 也搬到了演员专门经纪公司，而在成员洪彬退团后，目前只有 Leo Ken Hyo 还在原所属公司，但是韩国网友们觉得三位成员们都续约的可能性并不高。不过成员们都说过，就算经纪公司不一样，也会继续维持 PIXX 这个团体，所以粉丝们不需要太担心。第八 ，AOA。 2012年7月30号出道的 AOA， 在2019年的时候，除了成员米娜之外 ，Yuna Haejeong 超量参米吉米都与 FNC 续约了。然后在出演 Kingdom， 刚要迎接第二次全盛时期的时候，因为米娜的爆料，队长吉明退团。2020年 Yuna 合约到期没有续约，现在只剩下 Haejeong 超量参米三个人将面临第二次续约。第九 ，APRIL。2015年8月24号出道的 APRIL， 因为成员 Inang 在剧中走红 ，APRIL 的知名度也逐渐上升的时候，发生了以权与霸凌争议，而停止了所有活动。 所以韩国网友们认为全员续约的可能性并不高。第十 ，Day6，2015年9月7号出道的创作型乐团 idol Day6，本来是以6人组合出道，但是在2016年 Injunyoung 退团。2020年1月 JYP 娱乐也宣布了成员杰伊的退团，但是杰伊本人表示他与成员们讨论过，目前只是暂停 Day6 活动。所以也有部分韩国网友们认为，会不会是合约到期后成员们都离开 JYP 娱乐，一起到新的地方继续 Day6？希望能听到 Day6 的好消息。第十一 ，Attention，2015年。 9月10号以 1GBM 出道的 Attention， 因为成员 김우석 이진영 在2019年参加 Produce 101之后都没有回归团体，目前以 solo 活动，所以很多韩国网友们认为 Attention 1月3号发表的新专辑如果成绩好的话，续约的可能性会很高，所以希望这次的回归专辑能够拿下好成绩。第12 太阳，2015年9月14号出道的 太阳，持续发生过成员们退团再加入的事情，而且从2018年开始，空白期也变得很长，几乎一年只发表一张专辑左右，最重要的是这经纪公司是 出了名的不会办事，所以韩国网友们都觉得成员们续约的可能性也非常低。第十三 ，Icon。2015年以曲阳姐姐出道的7人组合 Icon， 一出道就横扫了韩国音乐榜，拿下了当年几乎所有的新人奖。之后在2018年发表的《 사랑을 했다》 更是刷新了无数记录后，当年也拿下了年末颁奖典礼的大赏。虽然之后经历过 BI 的退团，目前正以6人组合活动，但是续约的可能性还是非常高的。第十四 ，Twice。2015年10月20号出道的 Twice， 不管是
在音源专辑或者是音乐节目，一出道就横扫了各个排行，马上就成为代表第三代的国民女团了。而从出道到现在，在日韩两国真的是不停的发表新专辑，非常努力的度过了这七年。所以 JYP 娱乐，求求你了，虽然今天有说过各个团体的续约可能性怎么怎么样，但是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立场情况，续不续约在官方正式发表之前谁都说不准的，所以身为粉丝的我们就好好等待吧。然后就算有没有续约离开公司或者是退团的人，也希望大家能理解他的情况，能继续应援他们新的开始。